一子随人醉酒能永静，犹如上弦之乐功德正。将之正是知识比自身难，忧加爱中守于佛之心。很多人很愚痴啊，这个时代你还能找到几个善友啊？有些人还是一样的我行我素，恶知识是很可怕的。你看我们道场里，我看到有个别的人哈，在这里学了好几年呢，好不容易升起了一点点信心，到外面去啊，就跟那个恶人呢，就聊两三次天，就对上师信心就丧失了，马上就怀疑了，就被他说动了，很可怕的。你好不容易几年积累下来的，你看学习了这么多的正法哈，你好不容易建立一点的信心，信心不坚定的人呢，一个疑心重的人，或者是说没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到外面去，你听一次别人的话，马上一下就被人家给蛊惑掉了。这是数学学得很差的人，他就是逻辑思维能力很差的人，特别要小心保护自己。因为你这种人呢，就是太单纯了，逻辑思维能力很差，你那种事物的那种观察能力很差，他就一根筋啊，他就是很容易被别人骗，别人说个什么他就相信了，所以你们女人就很容易被骗。一般女人学数学物理都比较差，好的很少啊，当然也有学得好的。女人呢，她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啊，就是他这个直觉能力比较好，但是他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很差，很简单的事情他都看不清楚。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素质啊，就是你们这种人更是要小心，因为你们很容易被那种恶知识所蛊惑，恶友恶人啊，嫉妒你的人啊，或者是嫉妒你师父的人。现在末法时代那些恶人说话跟真的一样，很可怕的，很容易被骗啊。但是这一点也有个好处啊，就是说运气好，正好碰到了善知识，那也好。女人她这个比较容易相信嘛，是吧？碰到了善知识，你运气好；运气不好，你碰到恶知识，你就倒霉，容易上当。所以事物都有两面性，要好好的学习正法，就不会被骗了。第六就是以这个一指善知识啊，就是刚才讲的善知识是具足让你增长各方面文思修的功德的。是使你的烦恼逐渐轻微，并且产生解脱功德。确实是什么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女众确实有这样的弱点，但是也是她的优点啊。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她那个信心真的是比男众强。但是男众呢，他们来得慢，疑心重的，这因为他这个信心不容易升起来，他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他要慢慢的观察。但是他一旦建立了信心的话，他也不容易退，他不容易被蛊惑，就是。他是经过了自己的修学和深思熟虑，但是他信心来的也比较慢一些，这是很正常的。那像师父这样的人很少的哈，你看我对师父的信心很快的啊，比你们女人来的更快。对，我对上师的信心是非常的快啊，但是这个是需要根基的了，跟上师的缘分加上自己过去生的修持，你很快就能判断出来，根本不需要观察的。一指善知识啊，你要先观察了解上师的法相。学会如何观察，得先学会这个。第二个是中间知道如何依止，这个都得有人教你。最后知道如何随学，这三步。你首先要学会怎么观察，你不能是按照自己的习气来观察的，那不行的。你得按照这个大德的教言来教你怎么观察，你如何观察，如何依止，如何随学。如果你这三步都做到的话，你绝对成就的。如何观察，特别是中间如何依止。你观察完了你就不需要再观察了，你完成了观察这一步，那你就这是如何依止了。你按照这个依止的方，正确的依止，你一定会出成果了啊。最后就如何随学，随学了就越学越像了啊，复制了，就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啊。我不赞成你们就见到一个人随便就依止，那是不合法的，不能随便依止。就是再有成就的人，你都要观察一下，然后你稍作观察，或者你根据你的修行，看你的修行到什么境界了。你修得好的话，那是观察就很快。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在不了解善知识的法相之前，盲目的听了一些名声，然后就认为这是善知识，那我也不是善知识，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有些人就是在外面听到，仁泽法师啊，好啊，或者是不好啊，有些人听了法师也有一些谣言啊，然后就不一致了。听了一些道听途说来的一些东西，你都没有去听听他讲什么，你都没有观察，就听了一些谣言就没有信心了。或者听了别人说很好，你也不观察就乱依止，那也是不行，对吧？你得看呐，为什么说来这里呢？我都教你们要看，先看，先跟着这里学。你一来就说有信心，我不太相信，对吧？你还是跟着我们学一学，学一段时间，对吧？你自己是不是受益了？是不是相应了？
你要是真的在这里学，师父肯定会教你从哪里开始学啊，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那现在到了这个年代呢，就是善知识很少，恶知识非常非常多。这个书上是这么写的啊，这个年龙上师说，这个时代恶知识特别多，善知识特别少，所以说你们特别要慎重。这个年龙上师说，前一段时间有到汉地去了三个喇嘛，说自己是年龙上师父母派他们到汉地传法的。那年龙上自己说，从来上师没有派人去，结果他们在外面招摇撞骗，是吧？啊，就是藏地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自己打着年龙上师的旗号就去招摇撞骗骗钱。在我们汉地哈，就是说不存在这种转世的问题，所以说观察善知识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要需要一段时间的。你像藏地有少数的上师是被受记了的，那个就不需要观察。但是大部分的还是要观察。那这藏地也是极少数的那种大德，他是，你像大宝法王这样，他是这样都是被受记了的啊，就是极个别的这样的大德，那样的是不需要观察。但是不需要观察，你也移植不到，你没这个福报移植，你挤都挤不上去。好不容易可能挤上去看他一眼啊，那一下就给他挤走了，可能说姻缘不够吧。像这样的世界级的明星啊，你想挤过去是很难的。但是他的开示也有做成光盘，大家都可以听得到，是吧？其实你也不需要一定要到法王身边去，你只要依教奉行，哎，当然那也就很好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善知识们的教研呢，就是也可以作为你观察上师的一个依据。啊，因为你看听上师的那些大德的教言，那你观察你自己的师父的时候，至少他的讲的话，你跟其他的大德不能够自相矛盾，得一致。首先讲法是一致的，所有的大德讲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都是按照次第来讲，啊，但是修为呢，那就很难说了，啊，那功夫呢，成就就是差得很远，讲的应该是一致的，那至少讲的一致就是善知识了嘛。那修的怎么样再说了，那个人个人的根基了。这里说依止善知识最主要的讲法是自己要从内心深处对善知识产生净性之心，并且从功德增长之门当中来依止，要如法的依止啊，就是原来啊师父在这里也放过好几次如何依止善知识。那依止善知识的方法呢很多，我们可以看看祖师们的传记，看看他们是如何依止善知识的，他们是如何依止善知识产生功德的啊，我想很多人都看过，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吗？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还是远离比较好。能够待在他身边，一定会造业。但你要是诽谤以前移植过的善知识，我相信天下的这个善知识啊，这讲的法也好，作略也好，都差不多。你诽谤了这个，你就会诽谤其他的。就是你舍弃了一个善知识，我估计你就会舍弃所有的善知识，这个是类同的。所以我们依止善知识呢，就是要先好好观察，要感恩，那就是有善知识他讲了一句法，那么这句法对你有用，你都要记住。即使这个善知识可能修正不一定很高，但是他有恩于你，你还是要感恩，你不能诽谤。那他教了你一句法，如果你按照这个法去修，你能得解脱生死，那等于就是一个医生他给了你药，他救了你的命。那可能这个医生也赌博也喝点酒，但是他救了你的命啊，跟他赌博的喝酒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如果他给你开的药真的很对症下药，能够让你解脱生死。那当然你可能会怀疑啊，他自己解脱生死了没有，喝点酒啊，吃点肉啊，是吧？就像那个拿老爸见那个丁老爸一样，那烤鱼吃呢，你谁也不相信他是个大成就者，只有拿老爸知道，拿老爸知道丁老爸是个大成就者一样的哈，所以说你不能从表面的这个行为去观察，有时候善知识他有些时候是要去降低一些自己的一些身份来迎合众生啊，随顺众生。打比方那个跟你们一块玩游戏啊，跟你们是吧一起这个开玩笑啊，或者跟你们一起这个做一些世俗的事情啊，那这是为了随顺你们，他并不一定想做。那菩萨有些时候要随顺众生。就是不要去从这个方面观察啊，我们都有如何观察还是要学啊。观察呢它有观察的标准，并不是随便乱观察的啊。那你这个碰运气呢不行是吧，跟赌博似的哈，扔骰子一样的，你弄得不好给你逮骗了，逮骗了就麻烦。
所以说呢要非常小心一致。现在很多人讲的相似陀法特别多，今天还碰到一个这样的事情，来了一个父母，他说他的女孩子25岁，白天去的，在北京的也是一个自己办的道场，晚上6点钟他就给他剃度了，剃度了以后呢，他母亲早去了，早去了以后他就跟他母亲说，你的孩子现在是我的了，你不许带走了，然后就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还吵起来打起来，这样的话呢就不好。我也不能说这个师父一定是邪师，也许他也是个修行人，但是至少你这样子就很不如法，你怎么可能这个人老上来了你晚上就给他剃度是吧，剃度完了人家母亲来了 也不说好话是吧，人家从1岁开始就是没父亲的，拉扯了20多年，好不容易拉扯大了，你就直接把人家的女儿给抢走了哈，并且说话非常难听，这样就不好，你这至少得把人家母亲留下来好好的说，还有一个你也不能这么快剃度哈，就是这样的话非常不如法。现在我们汉地的这个情况啊，很多人呢他这个找徒弟啊就跟找女儿一样，他这个不是像传法的样子啊，他就是要找人啊，怕人走了，甚至有些出了家以后把戒牒扣着不让走的，反正想尽办法留着你不让走。现在汉地的到处缺人，就跟现在中国这个独生子一样，这都很稀缺啊，出家人也缺，所以到处都想把出家人留住，但你这留的方法有点不如法啊，你自己不修法就光叫别人做事啊，跟打工的似的，这样就是很不好啊，没有法就不行啊。第一个是要观察啊，观察呢这善知识呢应该是具足大悲心并且具足智慧，然后第二步就是学习如何医治了。那如何医治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说不如法的医治的话也是对你的成就有障碍，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哈。自意困于轮回牢狱中，世间神奇岂能救谁人，故以无期归护三宝尊，自心归明是为佛之心。轮回就像牢狱一样，这外表上看上去很有威德能力的这些神奇啊龙啊神啊，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脱离轮回，所以呢救不了谁啊，只有三宝能够救。所以说自心归明啊，这里说自心归明，这个我们要做到。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啊还是对这个三宝啊认识不够，所以说你没有做到自心归命，碰到什么事就开始怀疑三宝了啊，怀疑三宝的能力，怀疑三宝能不能帮助你解脱轮回，这个要慢慢的学了哈。要做到自心归命这4个字也不容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对三宝也都不会怀疑，绝对不退啊，要达到这样的信心，这就可以说自心归命了哈。这个是需要一定的修正的啊，生生世世的修行啊，让你啊你自己就是变成三宝一样了，就是那么你对三宝的这个信心呢是靠自己的修正，靠修正来的，不是靠道听途说啊啊，人家说三宝怎么怎么好你就信，其实还是要修了是吧，修到一定的时候你自己验证了以后自然就不退转了，慢慢学。特别是学这个四法印啊，有漏皆苦啊，诸行无常啊，这些东西学明白了，然后去体验啊，慢慢的了解这个佛法的博大精深啊，它的大慈大悲，然后你自己有了体验以后，慢慢自然就不退转了。这个讲皈依呢，我们都知道阿底峡尊者呢，他在印度的时候啊，是誉满全印度最大的班智达，可是他一生当中讲皈依讲的最多，不是说他只讲皈依哈，就是说他一生当中都经常会讲皈依，就几乎天天都要讲一下皈依，然后再讲别的法。你看我讲这么一个故事哈，你看这个故事很不可思议。这是年龙上师讲的啊，他说前些年呢有一位弟子，就是他的弟子，他是一个远离了一切世间世俗的一切事，叫班尊。有一次他到上师跟前讲到他的事情，就这个班尊呢他被疯狗咬了，就是疯了的狗，当时就想赶快找大夫看一下，要不然就变成狗一样疯的。他刚走一步又一想，哎，没有必要，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付于三宝，一切三宝都能正知，我没必要那么妄加造作。想完了之后呢，找了个土坑坐在里面修上师瑜伽，好好修行忏悔，与上师相应。这样到了第7天的时候病发了，得了狂犬病的人也好像和狗一样的往上窜出来那个样子。当他自己有这样一种冲动出现的时候，他马上虔诚地祈祷上师，又好好地祈祷三宝。这时候呢，一些毒水毒液从嘴里吐出来，然后他的病完全就好了。真实的一个故事，你看信心是很重要的，
今天上午还有人说，我说你要相信啊，他说佛说了还是要靠自己啊，他老是想的，佛是引导我们的，是要靠自己。你看这个人坐在土坑里这样修上师瑜伽，病发了的时候往上窜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信心祈祷上师祈祷三宝，哎，好了，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靠自己，上师三宝也是有力量，是不是？没有上师三宝他怎么祈祷也不会起作用，是吧？这是双方的哈，自力和他力它是对等的，你们记住自他这个不二哈，就是这个力量是对等的，你有一份信心就是一份加持，十分信心就十分加持，它力量是相等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相信三宝的力量，当然同时也要靠自己的这种信心和修持。你看我们道场里有很多病例，是吧？很多的病人癌症晚期啊，也不止一个，什么奇迹都会有啊，只要他有信心，我相信都会好。所以呢，信心真的很重要。当然师父有时候给你们吃点东西，其实那个也是帮助你增强信心的，因为你什么都不给他吃，他总觉得就这么能好吗？你给他吃点东西，那个阿切陀药也叫定心丸，吃了就有效。这个信心特别不容易的，信心不动摇，死也好活也好都是有信心。这里说到这个信心呢，一般说来是有三种哈，有清净心、欲乐心还有坚信。清净心呢就是欢喜心啊，就是见到这些 佛法身啊。第二个是对恶缘要断弃，对伪缘要清除，对功德要具具，对佛的解脱功德要证悟。为了得到证悟的缘故而升起的信心，成为在法上的一种娱乐心。最后一个是坚信，坚信就是修法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信心，也叫圣洁信。修出来的信心这是不退转的信心。具备信心的人一切加持都能得到，如果你不是三心二意的话，你所做的事都能成办。所以说在学习佛法中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真正的信心，信心是自己去善法之门。我们在法上讲到圣者的七法财，这七法财当中首先是信心，信心如果具足呢，就一切加持都能够去入。信心也有上中下三等，加持力的大小也因为自己的信心的等次有了区别，有上等的信心得到上等的加持，下等的信心得到下等的加持，倘若逆定心没有就不可能得到加持。所以说信心是去入加持之门，这是一切的根本。所以有些人呢对上师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人觉得上师很有加持的，有些人觉得上师的加持力不够一般般啊，其实还是跟你的信心有关系。依此上师以后，你要把上师当为真佛一样看，你得到的一定是跟佛一样的加持。善心比丘你们都知道，他虽然跟佛那么多年，但是因为他心中对佛没有任何信心的缘故，所以根本没有得见到佛的那种加持，他见不到佛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心里面都是起恶念分别念，所以他也看不到佛的功德，他就看到佛就是一个普通的出家人，普通的一个老头而已，没看到什么功德，就像唐僧一样的哈，天天，啰里啰嗦的讲，这是善心比丘就没有见到佛的功德。如果你真正具足信心，那么一切功德自然滋生。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所有的善法自然都会渐渐泯灭。这个是就是说信心是加持的来源，这是不需要怀疑的。我们在修本尊法的时候呢，只要你有信心，观想在面前虚空中当中有自己的本尊或者任何生与欲的所依，只要有信心在祈祷，那么三宝的加持一定会能够去入。所以说修本尊法呢，就这个升起次第这个法呢，其实是信心要修够量，信心达到了量，你才有资格修升起次第。你的信心不到那个量，你修升起次第等于是就是毫无眼相的。在藏传佛教里面有个这么个故事哈，就是狗牙变出舍利的故事啊。这个呢，这个也是因为信心不怀疑啊，因为你相信那个是佛，佛是无处无时不在的嘛。这个老太太最后就相信这个狗牙是佛舍利以后呢，她就一直供，信心坚定，狗牙生出舍利，最终呢，老太太也成就了。这个呢非常就是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种信心达到一定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厚道了。信心具足的人呢，心里是没有杂念的哈，因为他心里面只有上师三宝，他没有别的东西哈，他一切一切都祈祷上师三宝。那么呢，你的心慢慢的真的就跟上师三宝一体了，没有任何分离的时候。对啊，我们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啊，信心是加持的来源。
这里讲那个皈依的开始啊，就是皈依的共同讲法，以佛为导师，以法为道路，以僧伽为助伴，自己在无期的三宝面前要升起这样的心情，从今天开始直至未来解脱之间，一切众生皈依三宝之前，无论产生任何的生死苦乐，所有的一切全部都不指望其他的地方，全部都寄望于您啊，不论是上升善趣还是下堕恶趣，无论是我自己遇到任何事情，除了三宝别无寄望之处，愿三宝能摄受于我，能够引导于我，愿我能与三宝面前得到加持，因为三宝加持的缘故，我能趋入解脱的彼岸。如是作揖，如果这种信心坚定的升起的话，就是一般通常当中的皈依之相。其实我们的皈依都没有做好啊，要严格讲起来，你看当我们烦恼的时候啊，你就不知道祈祷三宝了，你就上师三宝扔到一边去了。如果你对上师三宝有坚定的信心，你的烦恼都生不起来。你生什么烦恼呢？上师三宝就在你的身口意当中没有间断的加持着你，可以说它是跟你一体的，永远都不分离的。你要有相信上师三宝的话，你相信佛菩萨的愿力不可思议啊，那诸佛菩萨都发了这样的菩提心，他在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他就能得救。不管你现在有业障有多大，你哪怕现在在地狱里面，地狱里的众生因为信心都可以超生极乐世界，更别说你在人间得有一点点障碍了。真的有些地狱里的众生因为对上师三宝的信心，都可以从地狱里直接超拔出来升到人间，或者是升到极乐世界去的都有。但当然这样很稀少，但是就是因为他有信心，他真的相信哈，祈祷上师三宝的时候就能够超拔出来。我们要真的这么去想啊，你要想成就的话，就是要这样观想。